亲爱的2021，你好。我从不平凡的2020走来，我哭过，笑过，失去过，释怀过，抱怨过，努力过，但我依然相信，就像相信寒冷的冬有火，前方的路有光，相信跨年的夜以及未来的每一天会因为我们的相信变得更好。12月31日，我们一起开启平凡可贵的2021。12月31日晚7点半，快乐中国湖南卫视2020至2021跨年演唱会青春。